家好，我叫王大陆，我在《少女时代》里面饰演徐太宇。徐太宇，三年级最后一班最后一号，恶名远播到整个高中联合剧周，学校还以毒攻毒，让他担任纠察队。一高从此被困在他的魔掌之中。徐太宇在学校里是大哥，小时候兄弟出事情，然后变得比较孤僻，比较爱逞凶斗狠。什么？自己跳到跌倒了，孩子。但后来中间有一场就是不小心受伤，摔倒了。拿个东西来，顶头跟屁股都尾椎。赶快下！哇，超冷！你跳错地方了。来，过来！王大陆本人是一个，我觉得挺白烂的人。他把徐太宇演得很有趣，很活泼。虽然真的有时候会让人气到，真的是他卡的时候，我都很想要这样捏死他的感觉。想死啊！没穿过高中制服，翘过课，长大以后你会后悔，好吗？原来我可能没有想象徐太宇这么可爱。我觉得他有时候会比较突破我原来对太宇的想象力。我是对水泉那场我很喜欢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喜欢一个人，我不会客气的，而且是尽每一刻都全力。他们都觉得我个人是恨他们，然后在欺负他们。他在拍有一颗拍之前，他就说：“我跟你讲，我要瞄准小欧阳。”然后讲了下一秒，那颗他果真就是打到了，这样。我绝子绝色啊！你忍心这样子对我？很痛吗？辣辣的。当下我也是傻眼，觉得说徐太宇你玩太过火了吧。就我跟徐太宇很像的地方，因为我真的觉得喜欢一个人起码你痛会想到我。王大陆是比较，我觉得他是比较放得开的人啊，所以就是打嗝放屁都直接出来的，这可以讲吗？新书啊，怎么上那个头三啊。本身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、啊嗯、我也是、欸、对啊，屁啦屁嘞，第一次演这种好困难哦、喔、因为我以前都是教书的学生、啊、你说真话好不好，观众想要听真的。他我觉得他很做自己，他不太会去在乎别人眼光，那但是他很为人着想，他也跟我讲一些小小他心里的话，跟他合作感觉蛮舒服的。走走啦，谢谢各位。有水里有水里，方总方总。